为师之所以闭关，是在参谋太极宫。今义声名京澳，从此武当派可以在武林中大放异彩，当过疏雨达摩东传的少林武功。特喜师父。师父，五师弟回来了。是吗？师父，师父，真的是你呀！弟子拜见师父。翠山，十年来你下落不明，可让为师担心记挂呀。是啊，弟子不孝啊。来，告诉我，你到了哪里，遭遇了些什么事情啊？师父，弟子大胆，娶妻之时，没能禀明您老人家。哎，你在冰火岛十年不能回来，难道要等上十年，待禀明我再娶呀？笑话！不用告罪，为师哪有这等迂腐不通的弟子啊？可是素素来历不正，她是天鹰教殷教主的女儿。天鹰教主，你娶的是妻子，不是娶的天鹰教。只要媳妇人品不错，相夫教子，遵守妇道，也就行了。翠山呐，为人不可心胸太窄呀，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，轻视他人。要知道这正邪二字原本难分。正派弟子若心术不正，便是邪徒。邪派中人一心向善，也是正人君子。是，弟子受教了。